然后呢他也会很爱护他家人，那个是我很欣赏的、嗯、他不只爱他家人也很爱我家人、嗯、而且他所有我以前的过去他完全的可以接纳，而且我说回去我以前的那些事情他都完全不会有一些什么眼光去看我，反而他完全的去保护我的那种，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他的，你明白吗？真的是完美的一个男人，真的是完美的一个男人。好幸福啊。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也说了一段话，我自己觉得爱情是有一个银行存钱的，你吵架的时候是在花钱，闹别扭的时候是在花钱，但平时你要怎么存钱。亲爱的你，我跟我太太也是这样，像我们单独相处，出去看个电影逛个街，晚上坐厨房下个面啊，喝点酒，其实这些都是在存钱，而且我享受这种存钱的过程。那真的是你不可能没矛盾嘛，真的是有矛盾的时候你才有钱花呀，要不然回忆起来全是花钱，那都没存钱，那怎么办？所以其实你也存了很多钱，要不然你怎么有钱花？但是存钱呢多存一点。希望能够买到葱油饼，昨天已经没买着了，今天希望能够买得到。我可以趁热先吃了，把那个热的吃的感觉告诉他。然后他们吃冷的时候也不好吃，我说热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味儿，我可以告诉他们。那到了永嘉路，应该在这儿啊。哦哦，那个排队往那边排的，那么不就更长了吗？我估计我买完这个就已经天黑了。排队啊，限量版，限量版。你们是在排队吗？对，买这个饼是吧？对，对那要排很久是吧？我排了两个多小时。你已经排了两个多小时，从那儿排到这儿？不是，这个排已经，人家已经排了两个多小时了，才排到那儿。中午的时候他们就排成这样，就一直这样。哦，就没停过。不是问你们吗？中午的时候他们就排成这样。啊，这且等。哎，葱油饼那排了几个小时，他说要多少个小时，老公？两个半小时。啊！我一定怎么都会吃完他的。不，阿姨也没有吃，你也没有吃。妈妈吃过了，我吃过了。真的吗？吃过了。兴冲冲的拿起回来，还是热的，快点你们吃。结果一回来，两个都没有在，就叫妈妈吃了。结果两个都没有在，只有我妈妈一个人在。我等晚上帮你按摩。嗯，已经补不回来了。你为什么要出去？因为有人叫我。我跟你说。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有多好吃，但我觉得你说完之后，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比什么都好吃。你一口我一口，那种感觉就很温暖。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永远默默无心的为家庭付出。是不舒服啊？好了，够了没有？好累啊！够了。你今天那么累了，我这样服侍你是应该的，但也应该够了。你别把我按困了。真的哈、啊，因为我按了你的脚。脚底就是碎屑嘛，你的那个子宫啊，子宫我有子宫吗？没有，我子宫的那个子头宫啊。老公，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儿子，你是不是嫌弃妈了？不玩了，绝对不玩了，关机。